我哋系六十岁以上嘅群组咯。诶，六十岁以上群组。我六十岁以上嘅，八十九、八十六。这个爹哋会陪同车。我有妈咪嘅，系啊，公务员嚟嘅，消防员。对中国嘅有信心咯。有信心啊，自己国家嘛，打仗冇事，好嘢，好精神。中国人打中国疫苗。副作用会少啲啦，即系比较传统啲嘅，咁咁多年都有足够嘅 data， 所以都系拣翻科兴疫苗咯。感谢国家对我哋大力支持咯，对香港，衷心感谢。中央好好噶啦，帮助香港市民。多谢个疫苗，有疫苗俾希望多啲人会打。好多谢国家咁支持，咁快可以将呢个疫苗运到嚟香港咯。多谢我哋嘅党，多谢主席啦。多谢中央政府去咁快批到啲疫苗俾我哋香港人啦。当然好感激我哋有咁多疫苗啦，即系够晒全香港嘅市民接种啦。三样都希望啦，又除口罩又通关。通关我谂全香港啲市民都中意啦，可以出外旅游系咪？大家可以自由咁样去见下朋友啊，去活动啊，咁可以离开香港咁样，呢度系我都好需要，希望可以做到嘅。中国加油！中国加油！香港加油！